我越来越觉得表达情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有时候明明很想说点什么，但是话到嘴边。有人说一个人成熟的标志，但在这个被社交网络笼罩的世界里，所谓的控制情绪也只消失了。那种把所有事情都扛在了自己身上的感觉，就连你身边的人也习惯了。这件事本身合不合理，只有在不得不冷静。怎么又不接电话？不用你管。于是说不出话来的原因。走吧。毕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远。可能我们真不合适吧，所以分开对两个人都好吧。喂，妈。你怎么了？最近没什么好说的。那不好的事情也可以说啊。却在这个过程中离自己最熟悉的人越来越远。截屏保存，打开西关查看更多。